以及係各地嘅遊客。咁亦都見到咧，現場咧暖場表演已經開始噶啦。咁通過呢個畫面咧，亦都可以見到海心沙主舞主會場嘅部分嘅景觀。咁稍後咧開幕式啦，關於各種嘅猜想啦，例如主火炬點樣點燃等等嘅謎底將會一一揭中。咁通過呢個畫面咧，其實我哋可以了解到啊，呢個花船咧，亦都係進入到海心沙嘅呢個範圍啦。畫面當中見到好靚嘅廣州塔。係啦，咁啊稍後嘅11:00咧，可以留意我哋嘅廣州亞運節目嘅。現場咧亦都可以聽到啊，嚟睇今次開幕式嘅朋友咧，係不斷發出歡呼聲。我哋見到啦，海心沙啦係非常之美麗嘅一個場館嘅。好啦，再過一陣啦，第16屆亞運會咧將會喺美麗嘅廣州開幕。呢屆亞運咧會係歷年嚟規模最大嘅一屆，我哋期待住擁有2000多年歷史嘅羊城創造新嘅精彩。今後勁請關注天氣預報。我們相信，有實力更要努力，冠軍就會是你。亚运会洗发水供应商霸王与冠军一起实力支持亚运，霸王热力宝来，唔孤都难。宝来 Sportline 搭载 TSI 发动机，激情上市。Das Auto 一汽大众。搞到咁污糟啊！试一试新太积洗衣液啦。太积新出咗洗衣液啊？洗衣液洗得白咩？我哋嚟试下。嗯，得啦，打多年都洗得白，同白云一样白啊！完白上市，为秀发解决六大健康问题，新潘婷滋养发膜以近3倍浓稠滋养精华，令秀发恢复柔润、强韧、闪亮，多一步实现六大健康标准。新潘婷，又冷又干。再擦厚点，可厚厚黏黏的好不舒服。试试新的吧，全新的卡尼尔冬日特润，质地轻盈，还很滋润。卡尼尔独特冬日配方，天然睡莲精华，特润滋养，水样质地，满满一瓶滋润，持久滋润保护，不一般的柔滑舒适，还这么轻盈，滋润一冬季。全新卡尼尔冬日特润，呵护自己，更爱自己。卡尼尔，在聚光灯下工作。我没法接受发质有瑕疵，全新沙宣洗护系列注入活质感因子修护发丝，聚光灯下发质依然出众。想象唔到老公同环织系咁有缘分，更加估唔到洗衣液都可以去环织。发现全新碧浪七大去渍科技，饮爆从未体验嘅去渍嚟，机洗专业去渍碧浪，呢一瞬间。让我哋为之沸腾，佳能同你一起拍下辉煌，留住感动。佳能感动常在。头皮环境失去平衡，就容易有头屑。追风中药去屑洗发露，含中草药去屑止痒原液，让头皮回复健康平衡。中药去屑就是追风，追风中药去屑洗发露。广州今日天色依然明朗，气温适中，风力唔大，白天感觉系比较和暖嘅。听日天气会系点样？现糖牛奶话你知啊。听日嘅云量会多啲，有零星小雨，16到26度，吹轻微嘅东北到东风。预计听日人体舒适度系5级，感觉舒适。各个区县的空气质量都可以达到良好等级。预计紫外线辐射强度中等。亚运开幕的今晚，海心沙多云为主，21到25度，吹2到3级的偏东风。听日有短时小雨转多云，17到25度，星期一多云，16到24度。听日珠三角各地有分散小雨，不过总体上都是比较干燥。头皮环境失去平。